巴西圣保罗州布坦坦研究所负责人科瓦斯17号表示，测试结果显示，中国科兴疫苗对抵抗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有效。他还表示，目前该机构正在测试科兴疫苗对出现在巴西马瑙斯市的变异新冠病毒是否有效。当天，布坦坦研究所开始在塞拉纳市对3万居民实施大规模疫苗接种工作，以测试疫苗接种是否降低了感染率。科瓦斯预计，由于使用灭活技术，中国科兴疫苗将比其他疫苗更具有优势。